是开创贞观之治盛世的唐太宗李世民，曾经为父亲李渊开疆拓土，驰骋疆场。然而是什么原因让一代明君李世民杀兄弑弟，抢夺太子之位？逆子，那你要掌管天下了吗？又是什么原因让他在称帝后将父亲李渊逼出皇宫？太上皇年近七旬，该让他老人家颐养天年了。吉林卫视家事将为您讲述李世民与李渊皇权争夺下的父子恩怨。唐朝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秦王李世民发动了著名的玄武门之变，以谋反罪的名义杀死了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一时间长安城内风云变幻，太极宫内人人自危。而这里面最惶恐不安的就是当时的唐高祖李渊，因为就在玄武门事变后，他被李世民逼迫着写了一道手谕，交出了手中的军政大权，被软禁在太极宫中。李渊在手谕中下诏，自今以后军国事务无论大小，悉数委任太子出去，然后奏闻皇帝。结果他没想到，李世民处理的第一件事便是将他的十几个孙子全部处死，他们都是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孩子。据传，当被软禁在太极殿的李渊得知，悲痛万分，他大骂李世民做了这样的事情，将来李世民的孙子也会得到同样的下场。仅仅三天后，被软禁在太极宫的李渊便被迫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后，李渊便昭告天下，将皇位禅让给李世民，自己当太上皇。武德九年八月初九，李世民正式成为大唐第二位皇帝，改元贞观。九年后，李渊逝世，李世民薄葬了李渊。据史料记载，建造陵寝时间十分匆忙，仅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使用，陪葬品也按照薄葬的规格，并不多。李世民是开创大唐盛世的一代明君，正史中对于李世民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然而他得到皇位的方式却是用逼迫父亲退位如此极端的手段，这其中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呢？其实这与李世民和父亲李渊几十年来十分畸形的父子情感有很大关系，而这一切还要从隋朝末年开始说起。大业十三年正月，北方突厥来犯，李渊正担任山西太原河东卫府大使，他的部队在对抗突厥战争中失利，很快遭到了免职。父亲，世民呐，你以前总是劝为父要在这个大争之事闯一番自己的天下，可是我总是犹豫不决。现在朝廷内忧外患，陛下又听信谣言，在朝中杀害李姓官员，如果我们再不有所作为的话，恐怕连性命都不保了。那父亲是下定决心了吗？对，虽然我掌管的兵力不算太多，但是在晋阳一带我还是有一些人脉的，如果我们要再联合关陇几个大的家族势力，这争一争天下也不是不可能的。太好了，父亲，这隋朝的天下早就气数已尽了，孩儿早就想随父亲闯一闯了。如果我安排你哥哥建成镇守南部，让他与南部的武装势力结盟，等待时机共同起兵，元吉岁数还太小，不能委以重任，所以在太原我只能依靠你了。父亲放心，
孩儿已在这晋阳城内暗中结交了不少关系，还派人监视了朝廷派来的官员，他们要是有任何想对父亲不轨的行为，都逃不过儿臣的眼睛。我们家在晋阳已经那么多年，也积攒了一些财富，这些呢全交给你，让你替为父招兵买马，尽快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时间不等人啊，各地的豪杰都已经揭竿而起，这个朝廷已经支撑不了几天了，为父不想错过这最佳的时机呀。父亲交给的任务，孩儿一定尽快完成。在你们几个孩子当中，属你能征善战，也最有兼济天下的决心。如果我们李家真的有真命天子之命的话，为父一定立你为太子，希望你不要辜负为父的期望啊。孩儿一定全力以赴为父亲争着天下。隋朝大业十年，隋炀帝在朝中大肆杀害李姓官员，多达1000多人。李渊决定起兵争夺天下。据史料记载，李渊建立大唐几次关键性战役，由李世民主要指挥的战役就超过半数。然而，就在李渊登基大典上，李世民得知了一个非常意外的消息，那就是父亲当着文武百官面立的太子不是他，而是大哥李建成。李世民被李渊封为秦王，而之前守卫晋阳城不利的四弟李元吉也被封为了齐王。对于这样的安排，李世民自然是难以接受，但父亲当了皇帝，作为臣子，李世民也没有办法反对，只能无奈接受。但渐渐的，他感到李渊对他不公的态度并不仅仅只在立太子这一件事上。很快，李渊登基后就住到了隋朝建造的皇宫太极宫中，他开始给皇子们分配住的宫殿，李世民被分到了承乾殿。秦王，臣就不明白了，这陛下是怎么想的，怎么就把您分配到了这承乾殿呢？这承乾殿地处偏僻，又在太极宫的西面，还紧邻掖庭宫。那掖庭宫是什么地方？那里住着宫女和犯罪家属的地方，怎么能让您跟他们这些挨着住呢？陛下这么做必定有他的原因。当年陛下夺天下的时候，论打仗，论笼络各方势力，秦王都是首屈一指的。陛下不仅没有遵守承诺，反而还这样冷落秦王，臣真是替陛下不明啊。我也觉得陛下有失公允了。大哥住的东宫距离陛下住的太极宫最近，建筑规格也是整个皇宫中仅次于太极宫，甚至连四弟住的武德殿也是陛下在登基前起居和办公用的地方，又处于东宫和太极宫之间，地理位置也很好啊。可见陛下待太子与齐王殿下十分不薄，可这承乾殿的规格和质量实在没法和太子与齐王的地方相提并论，实在与秦王您的功劳不配啊。这些话咱们在承乾殿内说说也就罢了，出去还是要谨言慎行，万一要是被有心人听到了传到皇上耳朵里，恐怕要大祸临头。王妃说的是啊，大哥身为嫡长子，陛下培育太子势力也是理所应当。现在大唐初立，各地反贼还没有完全除掉，
待我再立新功，陛下以后会对我器重些吧。据《资治通鉴》记载，李世民后来当了皇帝，不再住承乾殿后，有一次曾对房玄龄说，他如今住的隋文帝建造时期宫殿已经过去40多年，但损坏处很少，只有承乾殿是隋炀帝时期建造，虽然工艺新奇，但房梁上斗拱很小，建造时间虽然更短，但破坏程度更多。由此可见，当时李世民对父亲的安排还是有所不满。其实李渊之所以立李建成为太子，不仅因为嫡长子继承大统是从周朝以来历朝都使用的继承制度，他避免了皇子们为了争夺皇位兄弟相残，同时因为李建成和李世民两兄弟虽然是同一母亲所生，但性格却是截然不同，李世民杀伐果决，与母亲斗士非常像，而李建成性格宽厚豁达，更像是父亲李渊。而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儿，让李渊认为李世民甚至会威胁到自己。武德二年的一天，李渊听身边的人说，李世民的亲信刘文静要谋反。李渊听完后，当时就找来刘文静质问，没想到刘文静虽然否认了谋反之心，但他与李渊说话时不卑不亢，还向李渊抱怨自己虽没有谋反之心，但却十分不满如今的职位和待遇。这样的态度却引起了李渊的反感，他认为刘文静这样不把自己这个皇帝放在眼里，一定是因为李世民不满自己身边的人才会如此藐视皇权。据史书记载，李渊对身边的人这样评价李世民道，此儿点兵祭酒，在外专制，唯读书汉所教，不再是我过去的儿子了。于是李渊就定了刘文静谋反之罪，将刘文静处死。当李世民得知刘文静被杀，极度悲痛。秦王，刘文静被杀这事有蹊跷，陛下也是一时糊涂，以为刘文静想要谋反，待时机成熟，我会向他解释的。此事恐怕不是这么简单，刘文静曾为陛下立下汗马功劳，还被授予两块免死金牌，在朝中那是无人能及，陛下几听他人只言片语就把他处死，谁都知道刘文静是秦王府的谋臣，陛下此举乃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哦，你的意思是怕陛下不满的人不是刘文静，而是秦王您啊。我知道你的意思，若是陛下真的是听了他人谗言，那还无妨，我就怕他是有意为之啊。看来秦王早已洞悉了当今的时局，恕刚才臣多言了，秦王如果您有何吩咐，请尽管告诉臣，臣一定万死不辞。然而朝廷对李世民的猜忌却越来越深了。不仅如此，武德五年，李渊让人重新修了一座弘毅宫，对外宣称秦王李世民克定天下有功，特别修建宫殿赐给李世民居住。然而所有人都能看出，李渊这个举动明着是奖赏，实则是打压，因为这座弘毅宫竟然是修在了皇宫的外面，宫殿更加狭小简陋，与大气恢宏的皇宫完全不同。后来李渊还曾经去过一次，只是象征性的吩咐添置一些假山水装饰，然后几乎就不再踏足。
面对李渊这样的态度，李世民终于明白，这是父亲要告诉自己，告诉群臣，他已经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了。在冰冷的弘毅宫里，李世民心灰意冷，曾经以为自己离太子只有一步之遥，没想到如今却是这个下场，实在是心有不甘。这一日，李世民正在宫中借酒消愁，平日里为他管理军政要务的大臣房玄龄突然到访，他对李世民说了一番话后，李世民感到十分的惊讶，他轻声问房玄龄，果真如此？房玄龄点头应允，李世民寻思片刻后，就和房玄龄换上便装，策马奔出了秦王府。李世民与房玄龄前往的地方，原来是著名的茅山青云观。此时青云观里青烟渺渺，一片祥和。道观里的道长名叫王远之，此时他正在打坐，李世民还未走到道士王远之面前，王远之便开口问道，可是秦王前来？原来王远之并不是一名普通的道观道长，据传当初李渊晋阳起兵曾见到过他，王远之一语道破天机，秘传了李渊称帝的道符，如今李渊果然就稳坐江山。然而这一次没等到李世民开口，王远之就对他说出了一句话，方作太平天子一定好自为之，这让李世民当场吃了一惊。原来这就是李世民的手下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人想出的一条计策，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助李世民夺嫡称帝。李世民回到大安宫后，他的属下都来到宫中，极力劝说他顺应天意，策划夺嫡之事。亲王，王道长神机妙算，当年你与陛下在晋阳起兵之时，得到王道长保佑，陛下才夺得天下。如今预言您将成为太平天子，理应顺意天意呀。当年刘文静之事，陛下确实让人心寒。亲王，你为陛下建立大唐立下汗马功劳，可陛下出尔反尔，不但没立你为太子，还不断打压你的势力，还杀了我秦王府的刘大人。将来太子继位，我想我们便会死无葬身之地。刘大人之死是受本王牵连了，本王有愧于他，但是诸位与我出生入死，为了诸位的性命，我也要与我大哥争一争这太子之位。既然秦王心意已决，臣的意思就像陛下当年被隋炀帝逼迫才最终起兵一样，不妨如此的去效仿一下。不妥，殿下虽心怀天下，但是如今建成毕竟坐拥太子之位，秦王如果直接逼宫，必会背负一世骂名。本王早有打算，待时机成熟，我自会定夺。这段时间大家千万不要谈论此事，不然走漏了风声，惹来麻烦。武德七年六月，李世民得知李建成与手下杨文干私自屯兵，便向李渊告密，将其说成李建成想要谋反称帝。李渊一怒之下，下令让李世民铲除太子手下杨文干，并承诺他只要平定叛乱，太子的位置就给他。然而当李世民剿灭叛军回到长安后，
李渊竟然对改口太子之事绝口不提了。原来李渊冷静下来后，重新调查举报官员，发现李建成私自屯兵是真，但谋反是假。加上李建成极力地向李渊求情，最终李渊放弃了废太子的决定，只是惩治了两名东宫的官员。同时，李渊把李世民的谋臣杜淹也流放了，更当面训斥李世民，警告他要牢记兄弟和睦，其实就是暗示李世民老老实实当一个臣子。太子李建成因为杨文干事件惨遭废黜，从此对弟弟李世民是恨之入骨，他也开始疯狂地报复李世民。他利用太子的职务之便，将秦王府、李世民身边房玄龄、杜如晦等谋臣都调入宫中。按当时的规矩，这些谋臣一旦入朝为官，就不能再为李世民出谋划策了。对李世民身边追随他出生入死的武将，有的以打仗的理由调出秦王府，有的则重金收买。另外，李建成还在李渊后宫大肆收买嫔妃，让他们在李渊面前不断制造不利李世民的话题，一时间打得李世民难以招架。李世民认为这背后与李渊无声的支持有很大关系。经历过无数惊心动魄事件的李世民并不畏惧，他暂时收敛了锋芒，等待着下一个反击的机会。两年以后，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武德九年六月二日的晚上，太子李建成的宫中灯火通明，他在这天晚上宴请李世民和李元吉。然而这注定不是一次普通的酒宴，是李建成特意为四弟李元吉而办的饯行酒宴。这一天，李建成为李元吉争取一项重要的军事任务，他建议父亲任命李元吉为行军元帅，率大军讨伐突厥大军。在李建成和李世民的争斗中，李元吉一直扮演着李建成的同盟者，十分受李建成器重。这一次被授以重任，李元吉显得十分兴奋。然而让人看不透的是，李建成竟然还邀请了李世民参加这次晚宴。弟弟李元吉即将上战场，李世民也不好推辞。三兄弟在酒宴上推杯换盏，表面上看起来还算融洽。然而当天半夜，秦王府中就出了大事。李世民回家后突然胸口爆痛，口吐数声鲜血，差点丢掉性命。《旧唐书》中对李世民突发病的原因直接这样形容：饮酒而鸩之，也就是喝酒中毒了。那么李世民为什么会喝酒中毒呢？家事马上回来，家事精彩继续。从《旧唐书》对这件事情的记载来看，那就是李建成在酒里下毒了。当然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这件事可能的确发生了，第二种可能呢，就是这件事是完全的虚构，是贞观十四年修改史料结果。第三种可能啊，要我说，保不齐是什么食物中毒，被唐太宗理解为有人下毒，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然而不管是李建成真的曾经下毒，还是李世民有意诬陷他，这场中毒事件最终被李渊得知，这也是李世民最想造成的局面。李渊为了安抚李世民，告诉他将东都洛阳划给他治理，允许李世民在洛阳建立天子的旗号。但李建成得知这一消息后，日夜劝说李渊收回成命，理由是李世民的洛阳人多财寡，关中的自己人少地狭，这样将来只会爆发更大的战争。结果李渊就真的听了太子李建成的话，收回了成命。当李世民得知李渊又为了大哥牺牲了他时，
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懑，他当即决定召集所有旧部，不顾一切杀死李建成，向李渊最后逼供。没想到突然发生的一个事件几乎断送了李世民的性命。公元626年，农历6月初3，长安城上空在白天连续出现太白星，负责观天象的太史令复议入宫，向唐高宗李渊密奏说，太白见秦分，这是秦王李世民要分天下的征兆啊。李渊一听大怒，以为李世民要谋反，便立即将李世民召进宫中责问。儿臣拜见父皇。逆子，你偏向一场太白惊天，难道你要掌管天下了吗？陛下，儿臣绝不敢有如此大逆不道的想法。太史令傅毅看得清清楚楚，太白见秦分，太白金星照耀着你的封地，就是秦王要分天下的征兆，我看你还如何狡辩。陛下息怒，陛下待儿臣恩重如山，儿臣绝不敢觊觎陛下的王位，这都是大哥和四弟陷害儿臣的阴谋啊。之前他们二人就合谋杀害过儿臣，这是陛下知道的呀，如今又给儿臣扣了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陛下其实不知道，真正大逆不道的是大哥和四弟啊。你是说建成和渊吉大逆不道？你有何凭证？大哥和四弟经常背着陛下与后宫中的张德妃和张婕妤互相勾结，淫乱后宫啊。什么？陛下，儿臣绝无虚言，如果陛下不相信，儿臣愿与大哥和四弟当面对质。好，明日你们三人一同进宫，当面质问清楚。是，陛下。退下吧。第二天一早，李建成与李元吉一同骑马从皇宫北面的玄武门进宫，与同样来到玄武门的李世民相遇，兄弟三人在玄武门发生了激烈的争斗。当时李渊正在皇宫里等待三人的朝见，突然李世民手下的大将尉迟敬德手拿长矛，气吁吁地冲进宫里来说，太子和齐王发动叛乱，秦王已经把他们杀了，秦王怕惊动陛下，特地派我来保驾。得知李建成已经被李世民杀死，李渊突然不知所措，而一旁的大臣们则纷纷赞扬李世民平息叛乱的行为，并劝李渊让李世民接任太子之位。当时李世民的手下仍然在同忠于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军队四处混战。随后李渊被尉迟敬德胁迫写了一道手谕，下令所有军队全部接受秦王李世民指挥。至此李世民掌握了大唐王朝的所有军权。一夜之间，唐王朝已经变天，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在杀了两个同父同母所生的亲兄弟之后，又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10个儿子全部斩尽杀绝，此时已经掌握了长安城内外的绝对军权和政权。在屠刀之下，连李渊这个当父亲的也感觉到了内心的震撼和恐惧，他非常怀疑李世民很可能会趁机杀了自己，于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下令召见李世民，他要向这个儿子认输。家事马上回来，家事精彩继续。
李渊在见到李世民后，强忍失去两个儿子的痛苦，让李世民走近抚摸着他，叹气道：朕最近才觉得一直以来恐怕是冤枉你了。李世民在发动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后，面对李渊早已在无所畏惧，但据后来《资治通鉴》中却记录了李世民当时一个异于常人的反应，那就是世民跪而与上辱，嚎啕救之。那么李世民为何会做出如此怪异的行为呢？这或许与当时一种古老的习俗辱翁有关。据史料记载，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父亲会模仿母亲哺乳的行为，加强他们与孩子之间亲密的联系。李世民在做出杀兄弑弟的极端事件后，面对李渊，他聪明地选择用这样最原始的行为，希望最快地拉近与李渊的情感连接。很快，李渊便对外宣布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以后，李渊就把皇位禅让给了李世民。因此，后世历史学家猜测，在当时的情况下，李世民就是采用上面软硬皆施的方法，迫使李渊让出了皇位。虽然李渊退位了，但他在朝中还有自己的亲信势力。正因为如此，李渊在退位后坚持不搬离皇帝才能住的太极宫，让作为皇帝的李世民住在太子住的东宫，在形式上仍然比李世民显得更有地位和权势。因此李世民登基后不断地向李渊施压。贞观元年，李世民宣布释放宫中李渊下令豢养的各种飞禽走兽，霸庭各地向宫中进贡珍奇异宝。贞观二年，李世民接到各地禀报，说当年雨水很少，有些地方甚至发生旱灾，影响了当年的农业收成。这时朝中中书舍人李百耀就上书说，这是因为太上皇征召了太多宫女，皇宫里阴气郁积，才导致干旱的。李渊当年为了充盈后宫，招了很多嫔妃和宫女，如今这些女人还跟随李渊住在太极宫中。李世民看完李百耀的上书后，便很快下了一道诏令，将李渊身边的宫人裁减了3000多人，全部逐出宫中，并在诏令中准许他们自由结婚。不仅如此，李世民在贞观三年又突然下了一道诏令，以与妖僧交往的罪名罢免了一个朝廷重臣的官职，这个人就是裴寂。裴寂是大唐开国元勋、晋阳首义功臣，也是李渊最宠信的心腹股肱。裴寂获罪后跑去恳求李世民让他留在长安，没想到李世民不但驳回了他的请求，还说道：凭你裴寂这样的水平竟然能做到今天的官位，太上皇当政之时的种种政治乱象都是你裴寂的责任，我不处理你让你回家就算很不错了。这分明就是李世民指桑骂槐，批评李渊治国无方。贞观二年，也就是公元628年的一天，李世民在东宫和大臣们商议有关为李建成下葬的事情。今日把大家召集来，是为了商议李建成的下葬之事。虽然他曾经想要谋反，可是朕还是封他为王。朕念及与他多年兄弟情谊，可是朕认为西王封号颇为合适。不过朕没有想好该给他赐什么谥号。众位大臣有何提议啊？定谥号关系重大，会影响陛下在民间的声望啊。朕深知兹事体大呀，所以才找大家共同商议嘛。臣认为陛下应当赐予他立为谥号，立其意为罪恶，西王李建成犯上作乱发起叛变，
戴罪之身，理应得到这样的谥号，这样才能以正视听啊。宰相认为如何？陛下，臣以为谥号定为灵更为合适。灵字意为不勤昏庸，李建成曾经身为东宫之主，昏庸无能，最终酿成大错。杜淹认为把李建成定为一个昏庸的人更合适，也让李世民的登基变得更加名正言顺。据说当时李世民同意了两个字中间选择了一个作为谥号。那就如此行事吧。陛下，西王李建成的墓志铭该如何撰写啊？谋反就不要提了，墓志略简即可。陛下宅心仁厚，乃来百姓之福，社稷之幸。李世民下令在李建成的墓志铭上只写出李建成死亡的时间和下葬地点，不再提谋反之事。然而四十多天后，当李建成正式下葬之际，李世民突然改变了主意，将李建成的谥号又改成了尹。可当时官员禀报李建成的墓志铭已经刻好，来不及再重新刻了，但李世民仍然坚持让工匠在刻好的墓志铭上将之前的谥号重新涂抹掉，改成尹。2012年，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在施工时意外发现了李建成的墓志，证实了这段历史记载的真实。李建成墓志的第一行的确刻着大唐故西隐王的称号，专家们发现这个隐字的确重刻的，它的底色不同于其他刻字，磨损痕迹明显，与其他志文相比显得比较凹陷。对笔画和刻字风格进行研究后，专家们确定这个字并不是出土后被涂改的，而是在李建成下葬的同时期修改的。那么李世民刚开始为李建成定的谥号是什么呢？他这个在弯弯修改啊，他这个留下了一些痕迹，尤其是那个隐字的最下部那个心字，心字那个卧心底它有一个斜勾，它那个斜勾的下部有一个横，有一个长横，它这个灵字比较符合，有这么一个笔划。我们认为，在修改之前，应该是灵字。李世民对李渊和李建成一系列的举措，让李渊实在无法再在太极宫住下去了。裴寂被处罚后不久，李渊就主动提出要从太极宫搬出，住到宫外去，而他选择的地方则是当初为李世民修建的弘毅宫。史书记载，李渊提出搬到那里的理由是弘毅宫里有很多山水美景，他很喜欢。李世民很快就答应了李渊的要求，将他迁入宫外的弘毅宫，并改名为大安宫。弘毅宫不仅规模狭小，地势也是十分的低矮，一到夏天非常的闷热，但李世民却经常不管不顾李渊，自己经常在大夏天跑到隋炀帝留下的九成宫里避暑。这样的行为当然引起了朝中一些官员的不满。对于父亲在朝廷中残存的影响，李世民心里很不舒服。陛下，贵妃来了。陛下近日批阅的奏折越来越多了，您可要当心龙体呀。你知道这些都是什么奏折吗？这些都是那帮大臣责怪朕的奏折。是谁这么大胆敢责备陛下您？如今大唐这太平盛世，还不都是陛下您的功劳吗？可是那帮老臣认为这都是太上皇的功劳，他们责怪朕没有善待太上皇。这是之前朕去九成宫避暑时宰相马周的奏折，
他责怪朕只顾自己避暑，却把太上皇安置在长安城内。大臣们纷纷不解这是为何，催朕赶快回朝理解重祸呢。太上皇身体常有不适，喜欢深居简出，陛下这是体恤太上皇不易远行，怎么反倒被这帮大臣们如此误解呢？这帮老臣呢，就是仗着当年跟随过太上皇，现在呢就对陛下您如此不敬，陛下呀就应该好好惩治惩治他们。还有的大臣认为，现在太上皇住的大安宫远不及太极宫，说朕没有安排好太上皇的住处。那是太上皇他喜欢大安宫的清幽美景，愿意住在那里。而且陛下您还不是日差遣宫人送去宫中美食与他享用，他的生活起居与宫中无异，这是陛下您的一片孝心呢，怎么也被大臣们如此误解呢？大臣们说的也不无道理啊。太上皇年近七旬，又身患风疾，身体是不大行了。朕应该为太上皇另选一处干爽的地方，该让他老人家颐养天年了。家事马上回来，家事精彩继续。即使李世民提出为李渊新建宫殿，其实是将李渊彻底踢出权力中心。很快在一次上朝的时候，李世民宣布接受朝臣的建议，决定为李渊在长安城外的东北角龙首原新建一处宫殿。李世民说那里地势高耸，能远眺终南山的秀丽景色，又靠近太极宫的后花园，而且李渊向来就有家族遗传的风疾，也就是中风，一遇到湿热的环境就会病发，头痛眩晕，十分痛苦。实际上大唐很多皇帝都死于中风，所以李世民以此为由，将给李渊新建的宫殿建在地势高耸的龙首原也合情合理。从此朝中便再也没有不满李世民不善待李渊的谏言出现了。在大明宫修建期间，李渊几乎再也没有离开过大安宫，小心保持着与李世民的距离，就连偶尔一次李世民邀请李渊前往九成宫避暑也被李渊拒绝了。据《资治通鉴》记载，上吕请上皇避暑九成宫，上皇以隋文帝忠于彼误之，意思是李渊以隋文帝是在仁寿宫被儿子杀掉为由，拒绝与儿子李世民一同前往这座宫殿。直到贞观八年，大唐在与突厥的战争中获得胜利，才促使李渊和李世民之间开始恢复了关系。据《资治通鉴》里的记载，在款待突厥的宴会上，李世民和李渊一同家人尝礼，李世民还让降服的突厥竭力可汗为李渊跳舞，李渊十分高兴。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因为争夺皇权与父亲李渊之间产生了一段扭曲的父子情感，随着唐朝的逐渐强盛，两人都从争夺政权的狭隘思想蜕变成为了心系天下的宽广胸怀，这蜕变最终让李世民与李渊互相认可了对方，化解了一段曾经扭曲的父子恩怨。